我们看这一题，我们来求这三个数的最小公倍数，那我们用那个短除法了，540、504、810，这个三个数可以抽出2来，有2的因数，公因数，2得4，2七是4，0，2得4，5得4，2得4，再来是24得8，零，二五得四，再来呢，这个加起来是9，这是加了9，这加，所以它有9的公因数，9×3=27，9×2=18，9×8=72，9×4=36，9×5=45，好，那这两个哈。它有这个3啊，3的因素，3 31得3 28 33 55啊，这个呢有什么呢，有2啊，25得10 21得20得8 15，这两个有5的因素，公因素，51得5 53 15，所以呢，它的最小公倍数哈，就会等到，这两个相乘啊，是8，乘以呢，这个乘以这个哈，9，再乘以多少呢？这是10，再乘以14，那这样等于多少？用计算机打一打好了，是8乘以9乘以14。等于22680啊，22680，最小公倍数是2680。